那算是突破性的感染，那非常有可能是 Delta 病毒。就因为 Delta 病毒几乎已经濒临城下，市府团队得绷紧神经。三号这两例确诊机师已经完成接种疫苗，分别在4月23日、6月21日，而7月7日抗体采检也都确认过，他们只需要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7天。不过原本要等 PCR 检验结果出炉才能外出或接触家人，偏偏两人都没有等到报告就爬爬照，明显违规。那涉及违规的部分包括桃园市的足迹，还有新竹县、苗栗县的足迹。那另外也会针对是否违规我们会进行裁处。目前确认的足迹确诊者曾经到过桃园的六星级汽车旅馆、桃园展演中心以及裕丰汽车保养厂，另外还到过苗栗探亲，一起到烧烤店以及家丰餐厅。新竹县同样也有足迹。而案16119甚至在上个月21号还跟太太南下高雄顶中路这间推拿馆按摩5个小时，过程中染疫机师还跑到古山区一间超商短暂面交网购物品3分钟，让市府紧急框列2个人，框列疫调密切接触者1人，一般接触者1人，并且安排这2人进行采检，2人的快筛跟 PCR 结果都呈现阴性。虽然部分状况解除，但指挥中心即日起已经要求机组人员加强版检疫规定，空服员职业工会也要求加强职安保护，为了严格检疫只能再度牺牲个人自由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